的血压也称为无创血压监测，是通过受检查者佩戴血压监测仪，连续按实际程序记录血压数据，从中可以分析昼夜间的血压变化，从而避免单次血压数值引起的血压参数不合理，以及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白大衣高血压，它有助于筛查临界及轻度高血压患者，有助于评价高血压用药的效果，以及更有助于探讨靶器官损害程度并评估预后